啥事儿？我怀孕了。不是你怀孕，你找我干啥呀？你怕啥的？我就冲你借点钱，买点好吃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浪费那钱干啥呀？给了，这苞米拿家吃去。我不要，我要吃肉。没钱？没钱呢？我那天在街上看一个男的。领个女的，还牵小手，哎呀，跟你这身形老像了，车牌号好像是一二，干啥呀？跟踪我呀？哎呀，我姐夫下班了吧？你说我姐夫听说这个消息的话，是惊喜呢，还是惊吓呢？你啥意思啊？哎呀，手头有点紧，好像肚子里小孩吧。 有点饿，想吃点好吃的，不知道他大姨夫能不能满足他小条件。你要多些啊？3500也不嫌少啊，然后万八的反正也不嫌多，实在没有你拿个千八百的也中。不是你唠这嗑咋能还我揍的啊？那你要这么唠，让我姐听的话，那可就不好解释了。哎呦我的妈，那这给拿800得了。 哎呀，我上床头营养我姐吧。不是你干啥呀？哎，有点少。1000。饿了。1500。2000。行，走走走，进屋给你拿去了。早知道不早完了，磨磨唧唧的。还不对呀，我领的是他姐，我怕啥呀？我用的是这个3600计，记不记？给两瓶苞米陈拿吃得了。 抠搜样，你让学去，你看我姐夫怎么收拾你，啥也不是，你废了，废了。